伊讲我慢慢行，总有一天要行到封边，要等于我的部落，甲我的同胞做伙，我就会向骗你。来到林西部，这边那个西部就向骗，不能再相信你们西部的人。啊，所以我足佩服伊。我怎啊在意？我甲讲吼，安尼啦，你莫去台北车头，因台北车拢足是好行人的出入，你知无？啊，你吼，规个月拢无辛苦。爱衫吼，就是穿穿，你穿一个月哦，露餐风露宿吼，嘛拢乌乌起啊，无青啊吼，啊头髪骨拢无洗呢，迄头髪都拢已经痒起来吼。我安尼啦，我带你来南港坐火车，啊，我甲载到南港，啊，怎去找？找到一个，迄、那个一间迄、那个一个大头咧卖糜，去到南港就三点外要四点嘛。啊，迄、那个卖糜我嘛熟悉，伊是太太，伊讲吼。伊咧卖糜是帮助因兜去斗趁钱，有三四个囡仔读册。啊，伊卖糜我第一遍去食的时阵，讲伊味无介好。哎，我讲哎，老板娘啊，你这吼味吼食起来稍稍吼，卖糜的人吼，你主要是糜爱做好。我讲你嘿无黏黏，袂讲 QQ 黏黏。讲安尼啦，你的味无好。我吼，我来味，我来味一刀吼，迄卤水溪的味吼，阮庄下阮二水的味吼，有够 Q 的啦。都讲咱新鲜的米煮起来是拢唔免饭，唔免菜啦。都讲咱吼盐花啊，是讲豆油搅一下，足好食安尼。讲即款来煮嘛，唔食生理唔食好吼、哦。啊，所以我就真正买米回去滚看卖，哦，生理就好起来，一转开始去买有厂牌好米的滚啊，所以生理就好。去年年底我去也问讲，老板娘生理好啊歹？哦，啊，去做歹，我生理也足好呢。啊，我去参这里，我讲咱呢。阿美族这个高沙族的这个同胞吼、哦，吼、哦，我带过来讲来吃这个米，来吃这个糜先啊，都迄太太无得嘞，啊，都糜啊，伫遐咧滚，菜拢关好啊，啊，无紧，我足实在，我怎啊，夹一碗足大碗糜回，啊个，捡一半的这个，那呢，无拉稀啦，啊，搅到糜内底，啊，一半的这个苦瓜，啊，佮一半的瓜仔肉。回家，食个津津有味啦！哦，食个津津，我讲啊，食了讲有饱无？讲哦，真饱！安尼，啊，都迄个太太过来讲，太太，歹势，你无得哩！啊，我想咱都真熟悉，啊，这高山族同胞吼，都巴肚照腰，我怎啊吃一碗饭回家？啊个砍两三行菜花，我讲我50块哩，哦，平常我拢食30块尔，两行青菜一日。一碗卖30块，我讲这50块好哩，有够无？因为有，啊，我上载车楼，甲买车票，啊，买车票，自强号诶，好，过半点钟伫上山，就有自强号，所以对南港只去上山，再换自强号，等于华联。啊，我钱也无钱，我怎啊也袂去讲过去领钱去刷费，1000块买车票，426块，剩诶拢费。我讲你等于吼，较紧，吼，天光。伊讲要坐车头，困到天光，按喇叭时，坐巴士105就等于封边啊呢。啊，然后我回一张名片，我讲你若不去嫌，来做我的长工，吼、哦，因为我等于想看卖，吼、哦，那真正都无工课通做啊，我落去来甲你做长工。我讲啊，你首先你爱等于学你的阿比做的话，伊讲伊后摆做阿比做的话讲袂好势，吼、哦，啊，啥讲袂好势？因后壁来讲说，将来不必用阿比做的话啦。无得北京话，无得台南话，安尼台湾话安尼，所以台湾话讲足骨溜的啊，甲咱西部人差不多。啊，我讲安尼你袂使，因为我喺厂里对面有一个家庭，伊是阿美族的，阿兄哦足牛的，家己起厝，啊，规家伙伫遐，安尼许群人吼，无做工分，无做做工的去工开心，就去钓鱼，去掠鱼，去海边掠鱼，啊，掠回来吼，无得用火或做啥，火去烘的。好、哦，钓到一个起啊，钓到面顶啊，这个火行啊熟安尼啊，足香足好食。吼、哦，阿姨拢讲阿弥陀佛，吼、哦，我讲你学会阿弥陀佛，再来做我长工，啊，你就会当该学习，该做朋友安尼。吼、哦，这是一个故事，我是要甲大家讲，咱所有高山族的拢足甘心的，满清统治这个台湾的西部边洋。五分之一是六分之一，咱高山族不愿去由满清来统治，所以满清的兵还是满清的人入去甲山地地区，都拢甲出草甲抬死，所以满清根本都无
完完整整统治过台湾，这就是中国无理由讲台湾是伊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。伊是干六个屯垦区，迄、那个西部边缘，这六分之一的所在，是五分之一的所在，是伊的拓殖地，也是讲伊的殖民地。台湾并不是伊统一的，台湾嘛，伊嘛无按照国际法的程序来改变作伊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。有史以来，台湾甲中国完全无关的，全部到最末啦，是安尼来的。啊，咱这点爱非常感谢高沙族212天的坚持。这那是讲我行30几天啊，我搁话行30几天，我就要甲行到封面同款。这款的坚持，这款的毅力，是咱每一个民政府的官员爱去学习的。家己起劲，看你什么路，我就是要达成我的目标。所以我讲这个故事，要大家知道。我虽然散车，我就是唔甲你分。我虽然散车，我就是一直行落。你若无要加载，我嘛不爱甲你要求你加载。我也是人经过的身躯边，无是人当前伊伫遐用行的，佮拖遐重物。结果是咱西部的人，嘛是咱家的同胞，完全无同情心。家己好，我若加载心，我就无真计。我若加载心，我就安怎都安怎，都去抢去啊！我时常若塞车时，我有空位的心。若看讲人咧行路，我绝对问讲有需要我甲你载一站无？大部分的人吼，那老伙啊、老太太、老先生，拢讲哦多谢多谢。但少年的不一定，对不起，是查查囡啊，那我老婆勉强。哦，就是女孩子伊讲，哎呦，安全上伊会顾虑等等，咱就无勉强。啊，查甫囡仔我载足济，哦，我讲不要担心，我甲你载到你要去的所在。哦，啊，我塞车足方便的。互人一个 ride 吼。咱伫中间咧塞车中间，买当得到真侪讯息。吼、哦，你再一个朋友伫即地区的人，再一个咱的少年的吼，啊，就甲伊谈西学生，吼、哦，甲伊谈伊学习的过程，做田的甲伊谈做田的，罗岗的甲伊谈罗岗的，咱就当学足侪物件。咱来不三时做一个民政的官员，不三时向基层的人去学习，甲请教。咱足侪拢唔知，因为每一个人心歪。范围、生活的传统拢无共款，伊认识拢无共款。你甲别人的经验，咱会当甲别人经足济足济生活边的别人的经验，拢会当来学习，甲好诶，甲捡起来，吼、哦，放到心肝内；甲歹，甲当作一番警惕，咱卖甲伊犯共款的错误。我甲问讲，你有是毋是有钱？我未开了了，才都要用行，伊讲无，我讲老板拢无花钱，我伫东部来个去个卖了，是，我剩下的钱都开不了诶，啊，佫袂离开迄个所在，两个月拢靠我过去伫东部赚的钱开了，啊，袂离开的时无半线，伊嘛无去找，袂去找迄个公所，我讲啊，你啊无爱去找公所，伊讲袂来找，伊嘛唔知，因为小学一年级尔，啊，但是伊的坚持，伊的毅力，互我感动。我等于甲阮太太讲，阮太太讲，你后摆过去领一寡钱回用。我讲啊，我写足掉滴咧，反正身边有1000块，吼、哦，啊要搁加摕200块，伊讲免啦，我才有够啊，有客气也无，唔免啦，我才有够，我这身躯回1000块以外，我甲买车票剩的回了，我讲我才要200块，吼、哦，搁回你好无？因免我才有够啊，无贪心呢，伊无想讲啊。哎、啊，我会当加提两仙，我就加提两，伊无呢，无贪心呢，吼、哦。我阿公讲，啊，我都200块买回，吼、哦。我想，无我来一开第一遍，我较侪钱，吼、哦，2000块回，伊可能就收起啊。伊等于嘛讲啊，要一碗饭人吃呢。啊，但我讲，啊，我无去，你也都该分去存1000外块，1200块。啊，我讲，啊，无只我要200块，搁回我，唔免，我安尼付够啊。无贪心，吼、哦。阿妈讲，会使讲真朴实，真实在。我讲，你家己定想看卖哦。啊，你若讲吼，愿意做我的长工，你就交我联络，啊，我随时吼、哦、欢迎你来安尼。吼、哦，历史安尼，这是一个故事，我是甲大家讲讲。咱民政的官员拢爱向这款的精神学习。伊姓黄，吼、哦，53岁，53岁，看起来绝对唔是歹人诶。吼、哦，这天顶嘛拢足波八万哦，啊，但你就实在背我多啊。虽然讲真聪明，但实在背你就我多。咱本土台人真侪即款嘞，实在培人才吼、哦，真可惜。啊，我想希望看伊会当来无，伊若来，咱慢慢啊来甲伊接触。
啊，慢慢来个看家，一定是做一个真好的路工吼。啊，这是我第一遍要第一点要讲的，咱呢来个大家上面的，咱就一定爱有坚持，爱有毅力，爱有毅力，意志爱坚强。我就是无他吃，我嘛不爱甲恁分，恁家拢甲我骗，我不爱甲恁分吼。我就是无车通坐。无钱通坐车，我是要用行，一步一步行，一步一步行，最后我一定转到丰滨，对西平行到东平，是台湾安尼半年较低。我干那无想，啊，你那无行南边，那要行北边呐？哦，我是无爱问这点，啊，因为可能南边的路较无好行，哦，南边可能较无好行。你讲南横太管嘛，吼、哦。按了这种真的刮起来嘛，足刮的咧。哦，啊、海边嘛无路嘛，啊都这年多路海边有路啊。安尼，会使讲伊拍算嘛是正确的。变啦，我要行这边头较水滴噻。吼、哦，吼、哦，这是第一个故事。第二个故事，我今足感慨。我五点就到阳明啊，五点西下就到阳明。我今日足晚，我本来想中昼食饭饱，我就要出来要来咱水源。啊！结果将一路十二点半来到迄、那个来到我的寮，来到我的园啊！啊，因为吼，我火龙果已经有诶有霉菌，啊，伊来看我啊，即个用药啊，即个甲处理吼，安、哦、尼啊，所以讲啊，点外面两点啊，伊才离开，啊，我才走，吼、哦、啊，我还来两摊人客啊，然后我拖到两点，才有通离开迄个我的田呢。我的园啊，安尼吼，啊，才等于简单吼，甲赶七七的，啊，我都清清，我都错啦。车塞因未付啊，我还阁坐火车的时候就麻烦你知道吼、哦，车班也接无好势的，我都六点以前到遮，所以我来塞车塞足紧的吼，啊，塞到阳明五点，我车两点四十五出啊，来个阳明五点算早，你知道不？速度嘛算紧的。结果啊，五点来到咱水源六点十分啊。点一点钟过十分啊！这节路我就行一点钟过十分，是安怎？五羊这个高架桥未通嘛？哦，啊，然后唔知啥物原因，塞车塞到足厉害，哦，时速才20公里，安尼慢慢行，慢慢行安尼。我就感觉足废的安尼。五羊迄个高架桥，诶，规划能力甲执行能力拢非常歹。就讲中华民国政府的官员无规划能力，阿嘛无执行能力。规划上不应该讲，迄个高架桥对五股甲咱这里甲桃园遮，按照道理是桃园这边的高架，要往桃园的就转来，要往这个南平的，无要经过桃园的所在，所有桃园关的这个交流道，那无要对。无起来，拢转吼，唔免对遮，唔免行高速公路，转对咱呢五股起来了，泰山起来了，泰山个收费站就随爬起来，随爬五羊高速公路安尼吼，还是讲对南坎才开始做快速路接出去，和车流马上离开桃园安尼，自然吼就会当疏通这个交通的拥塞。结果啊，对五股甲咱南坎即扎啦。开四百，而且呢，最近也无多通车，因为啥？发现讲伊的铁筋剥落啊，啊，表示讲工量够歹，即执行能力够差。台湾江南啊，执行能力足差嘛，所以本来早都要通车，本来是讲春节以前都要通车，但今仔日已经当时啊，二月十七啊、十八啊呢，已经超过要两个月啊呢。啊，要无法度通车，啊，所以你看伊规划能力甲执行力是绝对歹。然后那个可以敢真正讲伊无规划能力，还是讲伊无执行能力，有其他的原因，就是你三万三十，你正常交给你本钱，吼、哦，啊，钱是你本来先，伊爱送足一个红包出来先，所以一定要偷工减料，啊，现在规划的人呢，因为啥？工程要甲创较大嘞，创较大先，伊就会当啥，伊会当透过这个交通部的官员去放一寡利润户，伊的朋友，
所以你投票、招票、投票信，但你就足是暗暝的所在，足是黑暗的所在，会当去敲击。哦，所以哦，那讲是不是真正规划能力无够，还是执行能力无够？这人理由之一，其他理由就是讲，一再任何一个建设，拢是正常交接，拢是要有一挂人要分到好康的，既得利益者唔敢放。一定要夹做伙，甲政府诶决策决夹做伙来提好康诶。然后牺牲诶，拢是咱本土台湾人诶纳税钱。所以吼、哦，即款诶政府，你若甲想较彻底咧，咱是足唔甘愿诶，非常唔甘愿。互你遮侪经费，互你遮侪时间，你建设到即个程度，遮尔啊歹。今日我经过落水客一个水门。我关了一个水门，叫做 Watergate。一水门的时阵啊，本来伊是日本时代建设的嘛，伊甲迄个日本时代迄个年代啊，恐怕是大正的年代，吼、哦。甲路雕写一个民国二十一年十二月完工，安尼，哦，我看足火的，我怎用我的用我的这個、用这去啊吐吐吐，甲迄民国迄吐吐吐吐 吐到阿妈吐袂掉了。啊，吐袂掉，我倒，吼、哦，就讲讲，会使讲足差劲吼，荷兰一般人戆戆的人啊，台湾人误会讲啊，即中华民国建设，所以写民国嘛，实际上应该是大正几年几年，吼、哦，十二月完工安得着，所以吼、哦，中华民国一再拢咧消灭日本时代所建设遮遗迹，假使讲若真正。在1932年嘛，1932年吼，1932年的民国21年嘛吼，应该是大正的初期嘛，吼，交和哦，刚最后交和初期吼，交和初期嘛吼，啊，1932年到现在多少？我是80冬，迄个水门要作用诶，要作用诶，啊，你也看，其他的国民党来了，吼，所做的水利工程拢挡袂了。大水来就害了了，风台吼、哦、啊，落大雨啊，就害了了啊。啊，所以咱个比较上讲，日本人咧建设台湾时是偌用心、偌认真、偌实在。啊，咱个比较讲安尼个看起来，中华民国来个台湾68冬，所作所为拢是乌鲁木齐做，凊彩做就好。那像这个高速公路，现在变成高速公路停车场。迄当阵，1972年咧规划高速公路的时阵，我是参与财务规划的。然后我一再主张讲，咱的路一定要冲足宽，因为将来经过台北地区的人口要800万，迄当阵才500万、600万的时阵，哦。啊，但是咧。咱讲要做啊快些哦，可能在初期规划是基隆甲台北6线道，台北甲桃园可能10线道，结果最后是裁定是基隆甲台北只4线道，去2线，来2线呢。而且呢，台北甲这个桃园大雄是6线道，去3线，来3线，什么原因呢？我是听内幕人讲。讲古正刚，较侪回拢知影古正刚。古正刚就是反共抗日迄个吼，啊，蒋中正万岁一直喊，蒋中正万岁，迄个人就一直做官。古正刚讲，伫开会内底讲，就要反攻大陆了，为什么要在这边搞这么宽的，盖这么宽的高速公路？我是听高速迄个交通部迄、那个运输委员会的人讲的，讲因内底有人去开会嘛，讲啊去报告讲要做外扩做外扩，啊古正刚反对。你要看这刘洪南明的心态，伊不必把台湾当作伊的所在嘛，永远拢存在讲伊是暂时的过客，所以不必好好建设这个所在。1979年，我伫1976，我伫1975、1976的时候，高速公路创完。啊！我1977年回来，哦，1977年，我老爸过世，我就特别去回来。回来先就坐咱的国光会，去的高速公路啊。
啊，就是人讲高速公路未歹，啊，我一看，我看到，因为我伫美国看的高速公路，加咱台湾看的高速公路品质遮差，我就怨叹嘞，我就咧目屎，我无才遮侪钱，250亿，起这款嘞建设这款的高速公路，将来一定正接到的车祸，不管是软体还是硬体，拢真失败。硬体就讲，迄、那个车道伤少，啊，然后分隔道。风格道足脆弱个，车整个都过，吼、哦。刚刚北上的车，那是个卡车吼，迄司机呐打瞌睡，就要冲对迄个风格道过，过个过个南下的车烧尽死几多人，品质足差。哦，所以我足感慨。啊，恁听啥？迄、那个 sign 就是讲迄个标示，乱七八糟，死足死。你爱告诉讲，你已经知这条路要安怎行，再来塞高速公路。人是高速公路是哼哼，你点一照，还是讲只是啊？你一看的时候，就知讲啊，这个标示是讲，即摆也是变出口是你去多位拢就清楚，足清楚。这个、出口处理有啥物大单位爱写，拢无。我讲迄个分隔道上面差到啥物程度，大家唔知道有意唔知道有记忆无？三四年前就讲。二高的新德地区迄部分，伊迄个安全的设施，就是高速公路边的防范你车开伫迄个山坡内，迄、那个咱的水泥条，一个共同的心，内底拢啥保利龙，你看这尔草菅人命。我第一遍去美国是1976年。因为我是摕美国国务院奖学金去美国，所以我未去学校以前，就先去 UT Texas 哈，德州大学 Austin 迄个所在，去先去读英文。啊，我要求讲吼，伫 Austin 结束，卖马上去学校。Austin 迄边功课结束了，我要求去 Gary 盖瑞去看啥？看世界扫棒赛，因为咱个。那你扫棒队底下参加世界杯比赛，啊，所以我就坐飞机到芝加哥 O'Hare 迄个机场，而且呢，再坐巴士要去 Gary 要盖瑞球场。我伫盖瑞室内看到啥？一只大卡车，大卡车的头飞去伫分隔岛的面顶，迄、那个分隔岛，迄、那个铁栏杆是一条铁栏杆尔，一条铁栏杆车足粗。啊！铁栏杆规条街路中一条铁栏杆，迄台车出车祸了，说爬起哩，迄个铁栏杆面顶夹住了。啊！我伫这边坐巴士过来，啊！这个车头是按向这个方向，伫铁栏杆上，铁栏杆没有垮掉诶。你表示讲啥？人诶，分开两边，南北向、东西向分开两边，迄铁栏杆是这样用呢？大卡车冲未断呢？冲未破呢？这是第一个印象。咱的分割岛也是用豆腐渣工程。第一个 case， 我1978年休学的时阵，我想要去迄、那个福建啊 Polytechnic Institute 去申请要换考去啊所在，因为迄个考的课程开了较我的专长较趣味，我专工塞车去改迄个时阵拜访。我咧转来时吼。行宾州大道，哦，就是Pennsylvania， 哦 ，Pennsylvania 迄个 Turnpike， 所以 Turnpike 意思讲，这点甲这点中间，这点甲这点中间一线，这都市甲这都市中间一线，当然有交流道，哦，但是无一节一节的收费，是你这点去了甲这点落来先才收费，迄、那个 Turnpike。一直走，伊拢免收费就对了。迄叫吞派个。我车行到浦口那时，差不多即当阵暗啊。我本来是安尼，我伫费城是两点钟起袂出哩，夭寿。天光光坐到暗才出发，暗出来时哦，哇，我巴肚骨枵，我匆匆忙忙看一个休息站，有 Howard 豪华饭店，我上好无去哩。吃一个晚餐，哦，啊，去的时候，我伫角头家里吃晚餐。我这边有人在讲单位，迄当阵啊，足少台湾人去国外，
伫海外毋捌听到台语诶，毋捌听到台湾人咧讲台湾话，足少诶。就是去美国留学，足侪台湾囡仔拢讲北京话，是我爱听到台湾话足亲切诶吼，算少。我伫这边听讲，迄堆拢咧讲台湾话，有阿公，吼、有老爸，有囡仔三代，伫遐咧讲台湾话。哦，我怎啊，我胖诶吼，我胖诶都足。足热心的就可以讲，哇！恁对台湾人哦，大家拢讲台湾，对台湾，又唔是，我已经唔是中国人啊！我你讲台湾，那唔是台湾来，唔是，我是福建人，搬去泰国，搬去泰国，但是我伫厝拢讲台湾，我已经唔是中国人啊！各位啊，伊讲伊唔是中国人啊，因为伊离开中国足久啊。迄阿公讲，我已经是第三代啊，但是阮保留讲台湾话，讲厦门迄当阵福建南平的话，闽南话。我们绝对不是中国人啊，我是泰国人啊。安尼呢？啊，但是虽然就讲安尼，安尼讲起来，咱无像阿龙龙讲讲台湾话，所以就足亲切，都在介讲讲讲讲讲。讲到说要死啊，要看暗，你知无？我暗沙沙暗沙，我做较紧的，出来较用时间遐晚较紧的，车驶就出来。出来时我驶六十迈啦，按照规定是五十五迈啦。哦，啊，都背一个车，我还会下安全带呢，匆匆忙忙出来，较紧撞啊呢。我速度遮紧，无下安全带，袂使撞，看安全带白嘞。啊，路架，啊路架，速度较紧，我无加油嘛，上冲足紧嘞，才五十五迈速度，合理的速度。啊，我一直驶驶时哦，我的车顶有较低，迄台车吼470块币，470块币，俗俗呢，迄是小车。福特足细只的车，车顶有较低。我车顶可能有较低，吼、哦。啊，就驶驶驶个分隔岛，我驶来内侧，啊，看分隔岛头前哦，差不多伫遮个时钟呀。哇，夭寿啊！迄、那个施工呢？迄、那个施工夭寿啊！哎、啊，迄种摆一个迄个障碍吼，伫迄安尼斜轨安尼，我伫这车路咧走，夭寿呀！头前有障碍物呢，来不及啊！我看这边无车来，较紧急转弯的时候已经到着障碍物啊，砰一下。别人坐我的车头吼，静一下，我就昏去啊，唔知人啊，唔知人咧，我想死啊，包冲到那边头啊，因为我要北上，啊，那边有人要拦下来，车足济，吼、哦，因为是长假嘛，放长假，所以人足济拢要登费城的，我嘛是因为放长假，我才拦下来的，我才要北上，但北上的车较少，拦下的车就是讲惨嘛。海了了啊，包死的！安尼尔，安尼一上来种我就死啊，我就害啊，就砰一下，当我昏去唔知。当我醒起来时，我的车都伫这个车道安尼一直顺顺啊行。黑色的灯哦，黑色的灯都一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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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醒起来时哦，望看我有老火无？无呢。我正这一听，啊这边山，啊这边路啊，我醒起来时，我较紧嘞刹车，因为车怎啊慢慢来滑行。已经熄火啊！滑行的时候有两个大学生来甲讲，我们看到你车祸了，我们马上已经报告那个警察，马上过来。伊讲需不需要你帮我们帮忙？有没有受伤？我没有，无受伤，无受伤的时候，在公卫长官，警察足紧的，反应足紧的，警察讲呜呜呜呜，一直来，警察讲这个地方哦，障碍物设得太高。你不是第一部，已经有五六部车子都撞到这个东西了。你要告州政府，我们作证告州政府，你可以得到一笔大的赔偿金。哇，哦，一笔大的赔偿金至少要3000了哈，3000元了哈。我、哦、好啊，阿姨，让警察嘛提证书发呢。阿公阿怎看卡点叫一个拖车把车拖走？阿怎个锁定豪华饭店？哦。我这边有人要回纽约，回宾顿顿，吼、哦、啊！有这里有一个台湾来的这个学生，他需要有人给他一个 ride 回到宾顿顿去。哦，随时有人卡手，哦，我这农夫也是做菜人较实在，这农夫怎啊塞伊迄个做菜的车，啊，就搭我的车子回宾顿顿啊嘞，啊，甲载到学校附近，遐一个室内的警察局，吼、哦。啊、我甲警察讲，我受伤啊！吼、哦，我可能有脑震荡。啊，警察随送我去医院。吼、哦，啊，医院了后先，再我甲警察讲，我已经无问题啊，我要转学校。啊，警察就阁派车载我去学校。过几工的时候，因为迄个来拖车的有发名片，
啊，我就去甲伊讲，我这台车要当卖你偌济钱啊？啊，去的时顺便顺便去顺看看，我经历迄个所在啊，风格岛有安怎无？我行到迄所在都拢无车，因为迄当阵是微低微低的时，礼拜一到礼拜五大家拢上班，较无车。我做一下望迄个铁栏杆啊，完好如初啊，拢完整，拢无歹去啊。迄个时代，我已经死伫遐，毋知死几届啊。哦，所以我来讲，一定要绑安全带。我是讲这给你大家听，给大家知影讲，你看，咱现在车祸拢会死人，就是咱的工程足差嘛，品质足差嘛，材料足差嘛，拢偷工减料嘛。所以林科讲，中坑水泥的水泥迄、那个迄、那个昆格岛，唔是创迄个栏杆的迄、那個，来中正桥啊，迄你整位都全是死的。哦，所以哦。讲起来，我是阿命大，啊，若无伫已经伫迄个浦口内遐就死啊。啊嘛是因为人国家进步，人建设是足完整，拢考虑讲，人啊，迄种的分割岛唔通冲过对方，人冲过对方绝对死的，绝对死的。啊，咱家就是安尼，唔只即个规定讲吼，大卡车袂使驶内线，因为大卡车吼，一直吹，一直。迄、那個、司机拢一直咧做行过哦，规工拢做行过，忝忝到难免了，会打瞌睡，打瞌睡冲过对方，啊，就足侪车去有惊吓的，哦，啊，美国较无这规定，伊吼大卡车会当行内线，因为伊吼伊较有规真严格规定嘛，啊，所以讲就有人因建设硬体嘛足好诶，才会通保障足侪人的生命，所以咱将来咱台湾会干，哎，足大的改革，要足爱足大足大的用心，用心啊！咱若真正有得到正款的时候，各位一定平常时啊爱注意一点，若有时间、若有金钱，去海外、去先进的国家，去日本也好，去美国也好，去澳洲也好，甲看工人是安尼做建设的。不三时爱注意，咱的民众的生活是上重要、上根本的。咱的每一个人生活伫这个安全的环境内底，食食爱清气，水质爱清气，空气爱清气。才能保障伊身体健康，然后交通安全足重要，唔通因为交通安全来发生车祸，啊来开卡破相，啊是脑部受了伤害，啊是讲多一个来五脏六腑受了伤害，啊从而变残废，足无彩。一个好好的人会当做对这个社会做足些贡献，一旦啊发生问题，就无法度贡献这个社会啊，就变成社会负担，啊就无彩。但流亡难民应该顾因家己，无顾咱台湾人。即系讲建设拢乌罗无去做，拢无用心。每一个所在，每一个环节，伊拢无都做较好，即对咱真怨叹的所在。咱不但吼趁钱，爱去供养，即流亡难民，咱就爱过回回安尼，甲咱邻里间呢，无都过一个会当心安的日子。我相信足侪人囡仔有伫外口，吼、哦。在外口咧读册，在外口咧做工课，咱做爸母拢真袂放心，因为随时拢会发生吼祸端，随时拢会发生。因为咱呢政府的基层的建设、交通建设吼真歹，所以来发生意外的事件。吼、哦，这是这个社会真悲哀的所在。咱将来民政府一定要认真来改进这方面，会所需要爱做的工课，大家拢要记在心内。不三时，你敢讲你对这侪问题较有趣味，你就用心去观察。啊，若有足够的生活费，有存钱，去日本就观察这类物件，唔是看风景。我去外口，我去国外看考察，也是讲去参加会议，我去看人阿人建设，人是安那家因的国家建设个足水足水。我2002年去纽西兰参加国际会议，迄国际会议主题是讲太平洋地区的。房地产的问题研究，哦，问题迄个会议，啊，我提一篇文章去遐发表，然后去了解讲伊迄个所在的建设，就是最近古厝尼亚大地当迄个基督城，迄、那个基督城号称是花园之城啊，哦，叫做公园之城 （Garden City）， 哦，公园之城，哦，花园之城。伊个公园吼，伊人口才300,000尔，人口300,000，伊个公园全世界排第二个，吼、哦，伊个公园，叫做 A 方
Park 甲纽约中央公园，用要平大，比中央公园较细一撮。但伊一方 Park 的边啊，有一个药用植物园，迄药用植物园嘛足大个，啊，人家甲做伙，迄篱笆人家去除甲做伙，就变成世界上大个。啊，最后过有一条一方 River 啊，一方 River 的跨度差不多像迄个壁甲遮尔，两边边啊树啊拢足大丛个啦。啊，树啊卡拢有草皮，啊有椅啊红枝，吼、哦。啊，即、这个一方 River 两边边各过遐有道路，这边啊道路，啊各过着店家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整个环境足水个，下晡时啊，吼、哦、夕阳西下时，坐到迄个道路边迄边个。诶，迄个咖啡 shop 吼、哦，咖啡店吼、哦，啊，伫遐品尝咖啡，下班以后，啊，是讲吼，哦 ，order 一份这个羊排，啊，伫遐食晚餐，啊，看这个，那呢，河水潺潺，吼、哦，听河水潺潺的声音，啊，个风吹，起我哩，安尼摇曳生姿迄个形态，我讲这都是应该人爱有的生活，那你当然看无，人个清水。啊，一方旅游当过船，会当过船，所以嘛有船你行。啊，我挖去甲看讲，水有清气无？哇，清澈见底啊，清澈见底。啊，我真正招一个朋友，从啊去附近一个餐厅食羊排。哇，迄羊排有够好食，我当下台湾都一直去吃羊排，看对间羊排会当解比啊。甲即摆你讲，我喙齿拢流出来。台北食过来，经无伊好食啦。过来我就袂晓去食，我想一定要过来纽西兰，甲食一间羊排。啊，伊唔只生活，人享受。啊，迄公园内底，还是讲溪边啊，有人野外游恁。哦，你老小一时，唔是你老小一时啦。哦，因为可能你是小一时做者，野外游恁安尼好听。点鸡毛，哦，外口嘛呢，哦，迄个生意是从做呀，嘛呢野可能。生意是创作，咱台湾敢有？咱台湾毋捌看即款气氛呢，拢唱迄款无路用的歌，哈、啊，较唱落唱迄无路用的歌，咱落是话学欧洲咧，较有水准咧，那像德国安尼，吼、哦，哦，每一个都市拢有迄个乐队，啊，拢合唱团，咱少年就开始参加合唱团，啊，无落去练习即款乐器。啊！大家拢有音乐素养，啊，咱拢无呢，咱拢无，干那补习机那祖先就开始补什么？补什么四书五经啊？啊，补什么呀、啊？啊，读经班呐、啊？啊，我这边就是读经班的啦。搁你读啥？读《唐诗三百首》啦。我长弟家己演讲讲，迄拢免读啊，迄拢无用，后摆拢歪教，后摆拢咱歪教些啊。到什么时阵，伊咱才着爱回读书？噶你若真正讲，你着别项拢读无好啊，什么都读不好。你讲你要读中文系，可以大学生去读中文系，高中以下拢无去读书。啊，你若讲你对中文确实有趣味，你要研究汉学，好，那你要进入中文系去读这四书五经，读《唐诗三百首》安尼呢？所以咱讲两岁甲高中毕业。对两岁开始，甲高中毕业十八岁、十六岁、十六年中间，咱毋是要教伊迄个孔子讲啥、孟子讲啥，毋是要教伊唐诗三百首，他们唐诗宋词，不会教伊。你若真正对迄个物件真趣味，你是去大学中文系去读四书五经，去读唐诗三百首，安尼呢？咱是安尼，完全无共款。哎，张文，我去教伊演讲时啊，去演夜行最后一个。先生，我一上起来讲，哦，这个圣人所讲的，那也未使，那也使无假。讲圣人所讲的，迄孔子、孟子是圣人，因所讲的四书五经都爱读啊，那也使无，未使无误论。讲我一上，我回答讲我一上，九块钱叫我爱礼义廉耻，结果伊最不礼义廉耻，伊上袂见笑，讲大家拢唔通传说伊哦。结果伊家己后边过来说伊，哦，就用因老母以外，伊伫上海过来说伊，恁敢知？爱看《金陵春梦》迄本册，
各位一定要找那本书来看，你就知道说他多少个查某在外面，在上海哦，算得到就四五岁啊，啊，只是说你们大家都不能娶小姨哦，结果他娶几个，因为像皇帝时代嘛，你们大家都不能三妻四妾哦，结果他是后宫佳丽三千人呢，他可以别人都不可以，上无良气的，对不？啊，一天敢讲不可以，才说要来忠孝仁爱信义和平，哦，哈，对不？礼义廉耻，爱家己都上无廉耻的，廉耻的最没有廉耻的人啊，对不？哦，所以我学医生，我来讲，伊说点伊呢，要求我，我实在是想，哎呦，我安尼讲歹势，哦，啊，确实真怪就一天敢叫咱做爱啥？爱遵从孔孟之道，哦，啊，当然伊嘛拢足推崇迄个曾国藩啦，伊叫蒋经国一定要读曾国藩的迄个一册啦，哦，啊，随从伊嘛无多做个像曾国藩安尼嘛，哦，讲起来伊拢骗台湾人啦，不管安那，哦，这就是咱知影讲将来吼，咱要建设台湾，建设好，首先咱都要文字。文字上、语言上，咱都要去追溯欧美迄方面的，因为中文是足暧昧不明的，因为暧昧不明，所以中国文化内底绝对无清清楚楚的，无是非分白、分明的。啊，你若是非不分明，我法官对当谁在我判决的呢？就变成讲一个自由新政。法律无特别真清楚的时，伊就自由行政，有钱的判死，无钱的就判死呢。啊，法律是代表最后的正义，法律若无都代表最后的正义，来做一个公正的宣判的时啊，这个社会就无一个是非的标准，无黑白的标准，啊，就乱去啊。台湾的这乱，完全是中国文化的关系啊。所以咱才讲，咱台湾若要脱胎换骨，绝对。绝对对两位开始，咱都要学台湾话、日文、甲英文。啊，中年啊，那么就希望讲，日本有汉字迄部分，渐渐爱甲废除。哦，我嘛讲，日本文化内底有真济汉文化迄部分，那么尽量要甲伊卖。哦，要摕日本文化好个所在，哦，欧美文化好个所在。来合作甲咱台湾文化好个所在，咱台湾人是足老实、足实在，即一定要继续甲耍落去，互大家人人人拢会当互相信赖。过去咱伫庄家，我会记细汉的时候，吼、哦，阮老爸讲一句话，别人相信；别人讲一句话，阮老爸嘛相信。卖白餐嘛，欠你偌济就欠你偌济，袂甲你拗坏嘛。即个毋是啊，无写字条袂使呢，啊写字条嘛不好呢，欠发你的时嘛不一定赢呢。哦，有一条，有借条，借条写足钱，做完某年某月某日，某啥物人甲借偌济钱，某年某月某啥人要还我偌济钱，拢写啊清清楚，到时唔还，去问去法院的时，法官嘛无讲，你都爱还呢，无呢，都爱阁足济手续，你可能才会得到啥物款的补偿安尼尔呢，啊，即款呐，假使讲欠人钱，迄人啊去送包法官。哦啊！你都靠钱啊！卖个提卖提遐高啦，一百万卖提遐高，提三十万、二十万就好啦。历史安尼嘛有啊，冇安尼呢？啊，那你讲哦，车祸发生的时哦，很多出车祸，从教头上还是教死的人，伊都违规在先啊。就讲赛车，你都靠钱，你都要甲赔啦。啊，赛车若无唔对嘛，都要甲赔呢。就是规规矩矩赛车，啊，伊迄个行路的人无规矩，你赛车人靠钱嘛？啊！你都无钱，唔则惊咯。啊，是讲你无钱开 TV， 啊，你个经理，你个害，你来赔呢？按照道理，你行路的人，啊是开 TV 人，啊桥多歹，你唔对呀！你去行快车道，去赛车个经理，不管有死无死，赛车拢伫美国，绝对唔免赔，唔免赔。迄本来就唔是你行的所在嘛，人车辆咧行的所在嘛，快车道嘛，你想行去快车道，啊，表示你就唔对嘛。啊，当然，赛车人的速度紧，有但转弯的时无注意，就甲你撞到。啊，伫台湾无安尼呢？你赛车好厉害啊！你大台车、小台车，好厉害啊！安尼呢？
诶，这我有经验啦，我有经验嘞，三四年前啊，哦，我赶时间买南投呢，哦，啊都，这边红灯，啊我就慢慢的车甲驶起来，啊一个太太讲，唔知讲我车咧驶过来，伊看袂到嘛，伊桥都歹，怎啊对两台车中间怎啊穿过来讲，我驶过怎啊甲惊到门，哦，砰一下我惊一下都要死啊，我想到海，我唔知惊到啥呢，结果我怎啊看停下来看讲哇。我已经惊头惊啊！只伊，我都摆头进了我的门，迄、那个门我开九千块去修理啊！哇，一帮未帮我刷了，要求警察来先讲我唔对啊，讲我唔对。啊，到尾吼，有先问我讲我速度偌济，我讲我是40公里呢。红灯我当然慢慢行去的嘛。吼、哦，爱太太伊就是，因为这边红灯，伊那边就青灯，但伊不爱惊车头前。伊伫行两台车后边，啊，我拄第三台车甲第四台车中间呢，啊，伊方便伊怎啊行伫这两台车中间过，怎啊无注意讲我一台车伫过来，啊，怎啊甲撞了扁者哦？到尾来神公来鉴定讲，嗯，啊，我都无唔对啊，啊，无唔对，我嘛讲安尼啦，大家拢遐拄好拢二岁人啊，拄好拢二岁人，安先生。姓邓啊，听到讲我蔡志远，你讲啊，歹势歹势，我拢唔知道，竟然他又来整了。我无紧啦，无紧啦，你唔免赔啦，我家己出啦。哦，车门我家己，就讲讲要甲赔迄个车门修理费啦。我免啦免啦，这九千元我家己出啦。啊你啊太太无安怎想要紧啦？哦，我嘛去买一个，伊嘛惊着，我嘛惊着，我嘛去买一个礼物甲送到位甲回事的讲，我无看伊咧来，我都从我孙孙啊惊去。哦，啊唔是讲足紧的哦。就是讲，伊伫内侧车道有车，啊，我伫外侧车道行过来安尼，哎，无注意讲我外侧车道会车过来，伊对两台车中间，哎，我都买较急，所以怎啊无看我车来怎啊甲撞落安尼，啊，伊车是无安怎，啊，人当到坐安尼尔啦，吼、哦，啊去检查都无啥问题，啊，所以警察嘛讲啊安尼好改啦好改啦安尼啦，啊，我就随甲个保险公司讲，保险公司就计解说啊。保险公司的人都阮二岁人，啊，拢二岁人，三个人拢二岁人，啊，足好讲话啊，啊，就解决啦。啊，我家己了交千外块安尼尔尔。啊，我本来警察来，我客客呢，一定是我唔对的啊。所以各位啊，做官有这个好处，吼、哦。讲啊，我做过局长呢，有啥物叫局长？我讲财政局长，彰化县的吼，我唔是我桃园县的。我虽然管袂掉，我虽然管袂到吼，迄警察就随足客气啊，足客气啊，好歹我有做过局长呢，吼、哦，一届我哩大坑，所以我塞车迄工赶紧要转来，有较紧，你知无？要是我头前两个警察会甲下，吼、哦，我怎啊行过呢？行过车速个速度较慢，行过，有啊证件拿出来。我将佮提出来，啊！虽然我袂做局长，我迄阵要炸局长的名片，啊！提出来看，局长，对不起，把你叫下来了。嗯，有什么事情？是不是我超速？我没有超速啊！哦，虽然讲我较紧了，无超速，没有，你的车灯有一个是不亮了，所以叫你过来，请你早一点修理，才不会发生危险。哦。安尼有处理无？对不起啊，把你叫下来啊，因为你车灯有个不亮，左边的车灯不亮，所以请你下来、啊、跟你讲一下说，说你的车灯哎，赶紧去修理，不会发生车祸。哦，所以哦，中华民国时代哦，我当然我做决定是做啊真，我家己讲讲我做啊真称职啦，真称职哦，我无随便往开钱的啦，吼、哦，无随便往开钱，啊，当然我就会得罪人啊，得罪啥？得罪议员，得罪正乡交界的官府内底有关的几个人啊呢，吼、哦，但这都安来坚持，爱坚持，啊，你坚持了的时候，民众啊，知影民众会替咱讲话，足济议员，吼、哦，伫议会。哦，对我无礼貌，啊，事后就民众打电话去甲抗议，和民众去甲抗议，有一个到尾做过桃园县议长的，
鼓山的，鼓山人，哇、哦！伊哩以为捌甲指责，吼、哦，啊，先态度无好，啊，结果真济选民就打电话去甲抗议，伊就甲讲啊，局长，哇，我唔知讲，阮同县人、县民，我对你遮印象遮好，我伫。第二回来，你个接顺吼，口气较无好，然后打电话讲，伊一面无爱投票啊，要求那安尼，吼、哦，所以你要做清做正，这是介重要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是各位做一个工商时间，简单呢。我最近昨日这本书印出来，这本书叫《觉醒台湾的自治与建国》，英文是《The Self Governance and the Commonwealth Status of Taiwan》，吼。啊，这中文名是一开始的一构想。哦，自治与建国，因为迄当阵你故事这里要写这篇这本册信，是2010年11月1日开始的。啊，我大纲列好，简单列好先贴秘书长看，因为我接货来写来写，我写写先吼，来出版安尼。啊，因为吼、哦、时间真别，我迄阵都用差不多半年哦。我对2011年的11月1日开始写。写慢慢写写到一直追资料安尼吼，写到来都差不多去年2012年的1月15日写完，啊，但是校对啊五届，因为我很早就附录，真侪咱的什么就像和平条约啦吼，啊，甲有关台湾的战争法的物件，啊，甲诉讼，咱秘书长甲200多个咱精英吼，社会本土。本土的台湾人的精英吼，去告美国这部分吼，伊的辩护你的宣判，宣判书英文的吼，啊，甲国联法你的宣判，宣判书英文的，拢甲做附录伫遮，啊，因为转档的关系哦，比你有转档，无半年拢好，无会好写哦，所以到尾用校对的方式，改，即摆变，即摆吼，差不多会当看呢，啊，所以本来去年年底都爱印啊，啊，只要搁在一寡封面设计的问题吼。做到来都一月，今年一月底啊，啊二月就讲要复印，啊要复印，啊佫再讲说啥物样章，佫再佫看过，吼、哦、啊我怎啊甲迄小姐讲，唔能佫等啊，因为秘书长讲，即会当做一寡吼，互、哦、大家初初接受的人吼、哦，较容易了解咱民政府安怎起来，吼、哦、啊安怎要进行咱的工作，较浅显的呢。啊，定价300块，我是甲秘书长讲，敢无爱卖100五，还是100？用莫啦，你用遐个精神200块啦，用200块啦，伊讲300块照卖，讲歹势啦，因为咱当心大家拢哦出钱出来嘞吼，讲无安尼做200块算，啊卖啊这个卖咱我提一寡比例钱吼，交咱民政府来使用安尼啦。啊，所以我随上我写吼，差不多140页、150页安尼啊，剩的拢附录。啊，附录是真有好说服力，吼、哦、有说服力的附录，就讲我看见一个那像我有写一个咱的法理建国会章程，真侪人唔知咱章程是啥物啊？吼、哦，法理建国会章程吼、哦，啊，还佫一个台湾人民公开信，吼、哦，啊，还佫咱的法律都用迄个文章，英文的佮中文的吼，吼、哦、你们。哦，美国联邦政府到底在干嘛了？吼、哦，这判决主文啊，个地方法院判决主文，甲上诉法院判决主文，吼、哦，英文呢？吼、哦、啊，最高法院的迄、那个后来迄个判决也决定，吼、哦，也函件啦，吼、哦，安尼啦，吼、哦，啊，个咱民政府的内阁组织啦，地方行政的规划啦，吼、哦，马关条约、就算和平条约，甲交合12档、交合20档的迄个法令甲敕令安尼，啊，内底嘛有哪张图？可以参考啊！我这本册先写5章尔啦吼。第一章是咧讲是安怎发生二八事件的悲剧，悲剧是怎么来的？悲剧的发生不是干呐，伊干咱骗，嘛是咱台湾人本身无觉醒吼，汉化了，家己想讲伊是中国人吼、哦、啊，所以对日本统一台湾的意义无了解，啊日本嘛无宣传嘛吼，啊想一步一步把殖民地变作天皇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，安尼就好啊！啊，叫伊也无想讲要甲台湾人教好，讲较了解整个这个过程，国际法上无了解，所以台湾人无国际观，无国际观的时，一直想讲啊，正牌的时靠一暗就好啊！因为过阵讲，台湾讲哇，我见咱拢中国人哦，中国队要甲咱解放啊，就好啊！
啊，大家就欢喜去，哦，或者人西人娘去吉安港口去迎接迄个不义的这个蒋介石集团啦，吼、哦，啊，这拢咱家己投机嘛，吼、哦、啊，爱心中国人甲咱骗，啊，咱家己搁投机，啊，所以说变作灾难就发生啊，哎、啊，啊，一个气候用迄个武力，二八事件先用武力甲咱镇压以后啊，咱大家拢惦记啊，噤若寒蝉，唔敢讲话，因啥社会精英拢一夜之间失踪，啊，就唔捌看过人啊，唔知死里倒去啊，吼、哦，回去死里海迄、个水沟啦，还是讲死里迄个河流啦，还是伫海边去清杀啦，吼、哦，死足济人安尼吼，啊，变作全台湾哦，真可怜啊，真济人哦。哦，老爸死，也无得惊死，安尼吼，啊，最后是迄、个努力的铃铛，怎啊，甲咱挂到咱的颈部，咱拢唔知啊。啊，就是讲，我即来列第三章，就是讲，即、这个法理论述，吼、哦，法理建国论述，吼、哦，即、这个物件要来救台湾安尼。有咧讲，较详细的讲，何瑞安怎发展即个法理论述，啊，秘书长安怎甲伊合作配合努力，啊，佮安怎去顾美国安尼，吼、哦，啊，第四章是咧讲。咱台湾民政府、台湾政府的三星安尼吼，诶，意义足重大啦。啊，咱台湾民政府要创啥？啊，第五种是咧讲，咱台湾人未来是安怎？未来要创啥安尼？变作啥物款的国家？所以这本册是无偌长，我写也无偌长，百外页。啊，但意义重大就讲，内底足侪附录吼，提前看看，会先大家认真去研究看嘛。对这个咱的法理论述较粗浅的了解。因为初学者、初学者，还是讲唔爱来接触的人，看这本就较容易了解呢。哦，我先做一个简单的介绍。哦，啊，大家看卖，就是讲，若讲有朋友有趣味，甲介绍一下，讲有这本书，通看较简单。哦，所以总共一句，咱民政府有足大的使命啦，有使命吼，真大的使命，就是讲要来建立一个每一个人拢会当过得平等。哦，有司法正义，有社会正义的，有公义的社会。哦，咱的家家孙孙，这辈子真惊吓，惊啥？惊专制、专制独裁。哦，惊政治特务、甲警察来甲咱压制。咱不爱吓啊，咱不爱去看的咪。哦，咱要有一个真正的有修养、有人格的政府官来做咱的服务官。啊，所以咱台湾民政府所有来遮受训、来上高级班的，拢是咱有可能将来变作咱的政务官的。所以一定伫这方面要有深深的认识，就讲咱的责任伫倒位。咱金甲头所担的是全台湾过去五万年来的祖先，啊，甲未来可能也是五万年，甚至十万年，会咱的行行顺顺的幸福甲快乐。这个责任非常重大，咱应该爱用心来个思考咱的责任的所在，吼、哦，爱坚强的意志，吼、哦，啊个真坚定的毅力来个继续行落去。咱相信，无顾咱的成功，但是未达到咱成功最后咱的目标以前啊，咱一定爱未太讲，吼、哦，轻忽咱的责任，一定爱坚持，最后咱一定成功。但成功了。要建设台湾，会变成一个，成做一个真先进的社会，要一段路要行。我一开始增加，你甲一个吴医生讲，啊，你目标吼足远大，但是可能要一百年才有法度达成目标。你要看嘛，我闲了多遐久，在我想啊，三十当、五十当，咱就不要做大改变了。因为台湾人吼，要有好真困难，要有歹足紧。即个国民党伊烂啊，吼，台湾人拢有够有歹去啊。嗯，啊，国民党时代弄当安尼，即爿也袂使，即爿起来甲你反抗，你着真费心啊呢，你着真头疼呢。所以吼、哦，咱若真正接政权，这是咱困难的开始。你啊，所以我定为这件来烦恼。所以咱真希望济济人才，拢我来甲咱斗相共。啊，所有在济拢是人才，但一定不断爱来锻炼家己的吼、哦、的身体，会真勇。啊，然后你智慧也开，吼、哦，啊，然后较有观察能力，到底你来观察，到底你讲问，唔知你讲问，吼、哦，那你像我种些菜，你嘛是爱了解，安尼就，吼、哦，做工人个面角伫底嘛爱知，
哦，当然我对电总惊，我都唔敢叮当。但我嘛一直不了解，哎，这网络跟电什么关系啥？啊，电力是安那流传的？哦，还是迄高迄电压是安怎会当改变？安那从咱这当讲，这电线接轨，重要的时要会当有电力啊。类似安尼，这种听人讲嘛，感觉足新鲜的。哦，这嘛拢真好的知识嘞。哦，类似这款的物件，所以最讲不三时，咱拢在学习中间，啊，咱才会不三时拢在进步。啊，那不三时拢在进步，自然的，咱后摆有一天，咱做代事，咱就会当哦做啊真顺利安尼。哦，啊，时间差不多啊，我看过两分钟。哦，啊，我想吼、哦，今日是真难得，咱坐甲满满满。哦，啊，将来咱嘛希望，大概咱拢是甲满满满。啊，开两班都是。350个，咱买当坐落，350个，咱开两班无问题。啊，佫无偌久来，将来啊，那当500个，咱阿平唔知当时要去，那去后会当500个人来上课，吼、哦，大家聚聚一堂，啊，利用这三天的时间，大家拢会当来互相，吼、哦，来表达意见，啊，来交换意见，吼、哦，啊，另外就是讲交易，吼、哦，啊，那等于个厝，等于个各所在，吼、哦，不管你伫对手。哦，即、这个各州的办公室拢有成立，甚至一个州成立过来办公室，按拢咧办演讲会，啊，来当搞有闲就去遐听一下。即、这个时间拢足固定的，哦，你想讲，我昨昏去家己的时候，每礼拜日的7点到9点暗时啊，哦，啊，拜日甲拜四拢演讲会安尼，啊，一人找顶个来讲，我、哦、啊穿插中央来讲安尼，吼、哦，啊，我看台南迄个阿扁饭店嘛，同款，哦，拢有咧演讲，啊，所以呢。各州拢在办演讲会时，咱分属各州的人，等于甲地方一定甲直接甲州长联络。啊，你甲人联络的时，你就当甲你意见做一个适当的表达，甲你所读的册、你的心得来做一个表达。安尼时吼，甲州长互动，后摆咱若欠人才，就是对家来吼选择来甲恁征选。像咱若欠一个特别的人才，啊，咱会去讲，各州你。各州的州长唔知有知讲有这款的人才无？哦，哎，若讲有，我遐的时有啥物人无啥人哦，这方面真提了，哎，咱就请伊来做。哦，像咱农业部长啊，我请学者来演讲，哦，学者教授，要来做我的农业部长哦，唔敢，不爱来。啊，我是刚去李兆奇遐看伊农场，哦，伊有机会堆积如山，拢是树叶啊、甲树枝吼，甲你乱起安尼，啊对。就一直堆，一直堆，啊！内底就用发泄了，就一直堆下面，一直跳出来，砍迄个野菜园啊！啊，迄有机蔬菜就足清气，佫足水安尼。啊，伊讲伊有做记录，做研究做记录，讲你有气焰无？若无气焰来做咱农业部长，啊，讲你农业部长嘛不一定做足久，哦，你就做了一身哦，来辅导咱农民来做有机农业安尼，伊讲好。啊，我就请伊来演讲。哎、欸，讲了，大家搁感觉足爱听哦，哦，真重视哦，大家拢真重视伊所讲的哦。啊，所以咱是，哦，看你的才干，唔是看你的学历。伊一开始讲啊，我莫啦，我桃园高农毕业尔啦，莫啦。我无咧管你桃园高农啦，你就是初中毕业、高中毕业，你有这个研究的专才，你就是学者啊。哦，学者是一种啊，做学者不一定爱博士哦。哦，我常讲，学者不一定要博士才做学者。哦，你就是国中毕业，还是国小毕业，你一直在研究一个物件，你变成迄个物件达人，你就是学者，你就当做政务官，安尼看。所以，咱希望大家哦，共同打拼，认真打拼，啊，大家一起来，哦，咱一定甲台湾建设会做，成做一个真美丽，和咱的人民当过来足快乐、幸福、快乐的日子，安尼好无？多谢大家，多谢。各位请起，今日休困10分钟。